感謝主，講少少見證，關於我的手術。咁就喺大概八年之前咧，我喺政府醫院咧係第一次做一個嘅手術，係叫做全膝頭置換手術 （total knee replacement）。咁啊，但咧就係、是、本來應該兩個一齊做，因為通常咧啲膝頭有問題，兩一齊做。但係政府要等好耐時間。其實個手術呢，我從開始訂要等三年，因為徐振興我哋一個嘅醫生係將嗰啲藥材我擺喺優先次序 priority list。咁就住咗三年。但係隔離張牀嗰人呢，佢就係等到11年。我冇同你講嘅嚇。跟住呢應該係做第二次好快，但係都差唔多11年，就係嗰八年之前要等到26年先至做。後屘決定不如咧，我哋係私家醫院做噶嘛。感謝主咧，係我哋教一個 Dr. Gary， 佢介紹一位嘅基督徒醫生，係歐鼎華醫生嘅，喺銅鑼灣嗰邊嘅，係基督徒。所以咧，佢介我哋平啲，平好多，本來應該16、17萬，咁我哋11萬都唔使嘅嚇。而且保險又俾咗差唔多7萬幾，跟住教會啲慈愛基金又幫我俾，所以都唔使匹夫都唔使有乜嘢嘅嚇，神好恩待。而且個醫生好好嘅，咁我係5月7號入咗醫院，其實6號咧，跟住前一日咧佢叫你冇飲水冇食嘢嚇，跟住咧就係7號。朝頭早入咗手術室，喺度5個鐘頭。個手術係3個鐘頭，一個比較大手術。但我要求咧半身麻醉，因為我想同嗰啲醫生傾偈啊，知道做乜嘢事啊。我學嘢噶嘛，係咪？咁佢話有好少機會可能會死。咁如果我死咗，後屘我死之前可以你同我啲家人問候啊之類，係咪？跟住咧就係、是、下晝翻去呢、这個病房嘅係聖保羅醫院，跟住咧呢、这個係星期二、星期四朝頭早可以出院，好快，所以嗰啲科技好好。但係從嗰時候咧要做啲物理治療。感謝主，個醫生嘅太太都係基督徒，而且佢係物理治療師傅啊，所以每個星期 Sharon 揸車送我去嗰度銅鑼灣咧，咁做嗰啲物理治療啊。咁啊就唔收錢添啊！通常我哋每次都係1000幾百蚊嘅嚇，咁幾好。咁神對我哋好好嘅好大嘅祝福。但點解咧要做呢啲嘅手術咧？嗱，因為祈禱嘅緣故。點解咧？因為我祈禱行山就係、是，如果我係很乖低祈禱或者喺教會祈禱，沒有呢個問題。但咧，我幾時開始咧？我喺香港1969年，跟住2、3年之後咧，啱我同包傑泰結婚，咁我去咗一個地方係新界。嗱，你知唔知新界嗰啲路叫做清水灣路？清水灣。咁如果你一路行咧，唔好去西貢，一路行咧係嗰條路嘅即係差唔多終點咧，向右手邊一條路咧係一個嘅有錢人嘅嗰啲郊區俱樂部，我哋永遠都去唔到，我哋冇咁有錢啊，係咪？但如果一路去咧，一個地方叫做清水灣郊野公園噶嘛，咁好靚啊，你可以泊車啊，咁啊睇見成個地方。跟住咧，我喺度咧一次祈禱，係好似外國喺伯特利，神係同我講説話，我亦都同神講説話，神要同我立約。咁佢話我聽。只要我係將禱告擺喺我生命嘅最重要嘅事，每日咧仲用幾個鐘頭禱告咧，神會開中國嘅門，神會祝福我哋嘅復興教會嘅，神會做好多奇妙嘅嘢。所以我同神立咗約，要做一個禱告嘅人。我之前喺美國都係經常會禱告嚇，即係我被呼召嚟中國之前。而且之後跟嚟中國之前，係平均每一日3個鐘頭為中國祈禱，而且通常星期五通宵為中國祈禱。因為當時後生仔都唔需要瞓覺，而家都唔得嘅，我唔瞓咧，好慘嘅嚇。咁但係咧，當時神叫我
做一個禱告嘅人，佢話我會開一道門喺中國俾我，所以我同神立咗一個嘅約。咁喺啱嗰個地方係呢個千歲灣郊野公園。跟住咧，我開始係習慣上嗰啲山祈禱噶嘛，因為你知道我瞓覺都唔係好多嘅。咁我好易瞓覺啊！我都上張牀唔使五分鐘見到周公咁樣嘅嚇。問題如果我跪低禱告都見到周公咁樣嘅瞓咗覺，所以咧行山係好啊，都唔容易瞓覺噶嘛。同埋空氣好又睇見香港嘅，所以咧我喺好多地方去嗰啲不同嘅山，飛鵝山、大帽山、八仙嶺，全部都行過曬，好熟悉。但呢度咧喺呢個郊野公園，如果你向左一條山行過上，好高好高，所以但有啲石級。大部分有啲係平路啊，都係政府以前鋪嗰啲路，但係非常之斜嘅。所以行一次咧，要大概個半鐘頭到兩個鐘頭。咁出嚟去邊度？龍蝦灣。如果你中意食龍蝦，去嗰度捉龍蝦，龍蝦灣嘅。所以我好習慣嗰個地方嘅，好中意嗰個地方係祈禱。咁但係因為好斜嗰啲路，今日咁多年都行山祈禱，影響咧膝頭嗰啲嘅軟骨，唔係風濕症，唔係咩嘢病，只不過啲軟骨你用得多咧會磨損噶嘛，所以你啲後生仔女咧要留意呢件事，即係跑步又運動都係好嘅，但係太多咧，咁嗰啲軟骨都會磨損噶嘛，咁所以咧點解磨損之後咧冇辦法你可以針灸，可以打啲液體入去，但係都係短暫嘅醫治，最好咧係換膝頭。嗱，呢個嘅大手術都又唔係話特別危險嘅，每好多人會死啊！呢個嘅手術嘅嘛，係咪都幾安全嘅啊？但係都會幾痛，即係尤其是出醫院都幾痛。所以咧，如果我做呢個物理治療，醫生太太都唔收錢，咁我個女會送我去，咁啊就係慢慢一定會好翻。跟住咧。我都唔知點會咁大膽咧，會行山祈禱啊，或者揾啲其他地方祈禱。但咧，我最重要嘅工作唔係做宣教，唔係教導，唔係做牧師，唔係送聖經俾人，唔係開會，係祈禱。你唔知呢個係我覺得我一生最高尚嘅呼召，同埋我最重要嘅工作係祈禱嘅。所以咧，我今日會講關於試探同埋禱告好友。關係嘅，咁我哋一樣係恩上加恩，展翅上騰嘅。咁咧今日會講關於邪惡同埋魔鬼點樣可以勝過佢。即主要個題目咧係靠著神嘅恩典戰勝魔鬼同埋試探。所以一位嘅詩人喺法國講呢句説話：魔鬼最厲害嘅伎倆就係讓世界相信他不存在，真係大部分你問係咪相信魔鬼，梗係唔相信。我知道有邪惡，但係邊度有魔鬼？呢嗰啲宗教賣神嘅嘢，冇魔鬼咁樣嘅。你唔相信佢存在，甚至好多嗰啲嘲笑相信魔鬼，所以形容魔鬼好似著紅色衣服啊，有角噶，有全部咧好核突嗰啲咁樣嘅樣。但係其實唔係噶嘛，魔鬼好似光明嘅天使，你見到魔鬼真係會好靚啊，著西裝啊，好英俊一個靚仔。系咁样嘅，佢唔系好似佢哋形容咁样嘅，所以我哋都唔相信佢系存在嘅。即系咁啱系只系三个星期之前咧，我系喺纽约呢个嘅早报咧，佢一栏咧介绍新书，一本新书啱出版啦。嗱，佢唔系基督教呢个纽约早报咧，New York Times 啊，佢就唔系基督教嘅，但系一本书系一个。天主教徒寫嘅，咁啊，佢係叫做《魔鬼最佳的呢、这個嘅伎倆》咧。咁跟住副標題咧，邪惡嘅念與對住邪惡的念如何消失？即係慢慢呢、这個念，我哋都相信有邪惡，但係都唔知邪惡後邊係邊個。嗱，所以咧，呢本書我睇過啦嚇，咁啊要好耐時間即係。聽讀出嚟咧，係一個 audible book， 有13个钟头，所以我都唔會叫你睇。即係例如早報話呢本書你睇一定會好驚，好恐怖。嗱，如果啲外邦好恐怖，一定係好恐怖啊！所以都唔介紹你睇。但如果你想對要
宗教同埋呢魔鬼嘅學術有研究過好多資料。咁佢本身咧，佢認為咧冇真正嘅魔鬼，即使咧係成人世界上有好巨大嘅邪惡，佢唔相信一個嘅叫做魔鬼嘅人，或者一個墮落天使叫做魔鬼。跟住佢用10年嘅時間去咗好多地方研究，睇好多文學，去好多不同嘅地方。咁10年之後咧，佢就係寫呢本書，佢確成一個真正嘅魔鬼，可以同人交流並講説話。譬如話咧，魔鬼咧經常同人會立約，佢會俾你有權力，跟住你好成功嘅。嗱，我年輕嘅時候有啲嘅樂隊，你聽過 Beatles 啊，就係Beatles 啊，滾石呢個嘅 Rolling Stone 嗱。佢哋都係好出名嘅，而且嗰啲係嗰啲搖滾音樂，我哋都唔係好欣賞。但咧，佢都係有啲音樂嘅成就，即係因為佢哋經過好多年好多演唱會先至係咁出名嘅。跟住會有啲嘅冇人知道係邊度嚟嘅樂隊，好快好出名嘅，都唔使幾個月好出名嘅，好紅嘅嚇。但係嗰啲音樂，我哋一聽我覺得好難聽，叫做重金屬搖滾音樂 ，heavy metal rock。咁其實佢嗰啲音話好燥啊，嗰啲樂器真係我覺得好折磨我哋嘅心靈啊。咁而且嗰啲歌詞即使英文都唔知佢講乜嘢嘅嚇，即係有英文詞，但係好難聽到嘅。跟住將嗰啲音樂嗰啲歌詞咧倒轉過嚟啊，即係串跟住去後。以前我哋聽過。全部是又讲英文，但是亵渎神的说话，最难听的猥亵的淫乱的言语的，都是亵渎上帝。哇，咁都有好清楚听到，我后生都听过啦。所以跟住有人话呢啲人佢哋将灵魂卖咗俾魔鬼，即系同魔鬼嘅交易。那魔鬼揾你吓，好，我会令到你嘅乐队好出名嘅，揾好多钱。但是有个条件要将灵魂卖给我。通常每次一个的年份，有些是10年，有些5年，出几年的时候。跟着呢，那个合约呢，好像你租楼的嘛，一个合约到期呢，魔鬼要你的灵魂，全部都会死啊，无端端20多、30多岁都会死啊。是为什么这样的，这么出名的？因为他们已经将灵魂賣咗俾魔鬼，係西方好多小説係講呢啲咁樣嘅題目嘅。所以呢個作者咧，佢就總結咗人類歷史對邪惡同埋魔鬼嘅歷史、宗教同埋文化嘅觀點，從呢個古代嘅美索不達米亞，即係呢個 Mesopotamia， 以前伊朗嘅，同埋埃及嗰啲神奇，到中世紀獵魔嘅行動，咩叫做獵魔嘅行動？叫做 witch hunts。嗱，以前天主教喺中世紀嘅時候咧，以為有啲嘅女人係巫婆，咁啊，佢靠魔鬼咧係做好多神蹟啊，或者講預言等等嘅。跟住咧，佢如果懷疑有巫婆，會捉嗰啲人，跟住一個教廷嘅法庭啊。咁如果係證實係，會殺咗你。會消逝嗰啲嘅巫婆，美國歷史都係嗰啲清教徒嗰啲 Puritans， 佢都會喺當時喺馬上嗰啲地方會捉呢啲所謂嘅巫婆，會消逝佢哋嘅嚇。所以佢研究呢啲咁樣嘅歷史嘅嚇。咁然後咧，佢就好深入研究喺19世紀法國嘅文學當中，係講到呢個Black Mass 黑彌撒儀式。嗱，你知道彌撒咧係天主教麥餅嘅儀式噶嘛？你係天主教，咁你第一咧係一個嘅告解咧，要向神父要認罪，跟住咧認罪之後，你先至要領受呢個嘅聖餐，但係叫做彌撒啊。咁佢哋有餅啊，亦都有酒，但係只有神父先至飲酒。嗱，所以佢哋有啲嘅。黑彌撒係嘲笑天主教嘅嚇，咁啊好多人嘅，即其實係嘲笑天主教，諷刺天主教。跟住咧，佢哋敬拜唔係神啊，敬拜係魔鬼啊，明明都講係魔鬼、撒旦啊、路西福等啊。咁啊，跟住佢哋會咒詛耶穌同埋咒詛魔鬼，然後咧佢哋有啲嘅撒旦嘅聖餐，佢首先用唔係酒啊，用血啊。
有時是人血，但是最起碼是動物的血啦。跟住咧會將嗰啲嘅餅浸入嗰啲嘅血裏邊嘅嚇一個嚟殺，但跟住有好多係非常之得人驚、變態嘅性嘅行為，甚至有啲會甚至咧除曬衫啊，男男女女一齊啲好多變態嘅性嘅行為啊，咁佢哋會叫做耶穌同埋叫做呢個做黑嚟殺，而家咪好多，但係以前有好多嘅。咁然後咧，佢喺歷史上咧有啲好多主要嘅文學、宗教同埋歷史上都相信魔鬼嘅存在非常之多。之前真係佢會有好多超自然嘅彰顯嘅嚇。但係一個地方咧，你可以證實咧，叫做卡特馬戈。卡特馬戈係一個地方好出名嘅，係墨西哥。我啱上網，哇！一上到網，全部係關邪教、邪術、死亡有關係。呢、這個地方係墨西哥，唔係一個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就係非常之恐怖。咁啊就係一年某一個嘅日子咧，嗰啲人好去嗰啲地方咧，同魔鬼談判交易嘅嚇。同魔鬼咧係有啲嘅説話會崇拜魔鬼。咁佢哋有啲嘅係撒旦嘅祭司。咁咧佢哋會俾人咒詛，嗱佢咒詛人嗰啲人一定會死嘅。好快會死嘅，不單止咁，佢哋有時呢啲嘅撒旦祭司會變成動物，變成飛鳥，變成昆蟲。我哋都唔相信呢啲咁，佢話係絕對係啦嘛。但真係死咗好多人啊！呢本書講到好詳盡。嗱，呢個地方係魔鬼嘅大本營，魔鬼嘅總部係墨西哥。以前彼得維格牧師就 Peter Wagner 佢話啊，魔鬼住邊度？喜馬拉雅山嘅山腳噶嘛。但係其實唔係，魔鬼都唔係嗰度住。魔鬼住邊度？係呢個地方。你一上到網係 Catamarco 啊，佢哋一個叫做 Santa Morte， 就係呢個係死亡嘅神啊，一個性死亡嘅。你可能都睇過墨西哥咧，係一個骷髏骨嘅一個女人嘅。咁佢會敬拜佢嘅，咁嗰啲黑社會啊、販毒、毒枭啊、LGBTQ 啊、嗰啲嘅殺人啊、犯罪集團都會拜佢嘅嘛嚇，好得人驚嘅，係真係一個死亡，同埋佢會有啲超自然嘅彰顯。所以呢本書都講到好多超自然嘅彰顯嘅，好似有啲魔鬼變成動物啊咁樣嘅嚇。咁啊，跟住好多人被咒詛會死好多人，今日都有呢樣嘢嘅存在嘅嚇。咁唔到唔相信啦。跟住咧，佢講你嘅驅魔事前啊，有啲電影係驅魔，嗱嗰啲假嘅，嗰啲好似Rosemary Child， 即係嗰啲係個主要嘅主題。魔鬼會強姦一個女人，跟住佢會一個推移係敵基督，有冇聽呢啲咁樣嘅嘢？跟住你啲敵基督生出嚟咧，咁啊就係點樣殺唔到佢噶嘛？因為佢統治世界，其實唔係，因為魔鬼咧係佢會附人嘅身上啲邪靈嘅嚇，咁有時好多，有時數以百計隻噶嘛，咁呢啲好普遍咧。我個女立山林牧師喺台灣讀書，台灣呢啲嘢非常之普遍，因為嗰啲賣神啊、佛教啊、拜偶像嘅好普遍。香港唔係咁多，但係我曾經只一次試過香港白富街五聖節教會一個退休會，咁我係講完，跟住忽然之間一個後生仔咧又鬼上身，因為佢玩神打嘅，跟住幫牧師你幫我哋趕怪噶嘛，你請我做講員唔係趕怪，你係牧師一定要趕怪，我哋唔識做點樣趕怪啊，哇我都唔係好叻趕怪嘅，跟住咧我哋首先控制佢，因為佢打神打噶嘛，要打暈十個人控制唔到，十個大汗佢好犀利啊！跟住咧，我哋開始趕怪，咁有啲聲音好似野獸，好似動物嘅，我哋唔怕你，我哋會殺咗你，你玩完我哋殺咗你，我哋係太多，即係咁樣嘅聲音。咁我對佢嗰啲怪佢唔得，神俾你，我又收個寶血遮佢，我殺咗你。跟住佢用個手要打，但好似有磅牆睇唔到，咁啊咁啦，不佢喐唔到手，我都係好近啊，喐唔到手。跟住我哋講佢，唔係好多時間，十一個鐘頭啫嚇。
跟住佢仆低地下嘅，即係嗰啲鬼慢慢走出嚟咧。咁，哇！但牧師死咗啦，會俾人告啊，係乜嘢謀殺？唔係呢啲嗰啲魔鬼走啫。跟住佢五分鐘醒翻，佢對唔住班牧師，我冇辦法控制我自己，嗰啲嘢喺入邊係控制我，因為我去咗廟咧玩神打，咁一個師傅為我安守，俾我哋為安守聖靈充滿，師傅個安守咧將邪靈俾佢嘅嚇，咁佢好難過，但係感謝主，佢完全都得到釋放嘅。嗱，但係其他嘅地方，全世界都有啲嘅趕鬼驅魔嘅事情。嗱，有啲係假嘅，但係好多係真嘅。好似美國幾十年之前，一個女人由呢啲嘅邪靈非常之犀利上身，跟住唔知當時佢哋揾啲天主教神父同埋修女咧幫佢趕鬼。佢哋好辛苦，佢哋用咗8个月先至趕鬼。當中呢個人，佢鬼有好多唔同嘅聲音，有話我係猶大，我係別西卜，甚至一次，我是撒旦咁样嘅吓，佢哋要赶好多好多鬼，嗰啲人会有啲超自然嘅力量，忽然之间咧，佢会跳起来，爬上墙壁，爬上天花板，用个手黐住天花板，呢啲有记录有影片嗰方面，拉唔到佢翻嚟。咁有時佢會咬，嗰啲咬吐物多到不得了，一痛一痛啦，佢冇食嘢嘅喎，一痛好幾個月，而且好核突，好臭嘅味道。即係有時咧，佢本來都係一普通嘅女仔，可能100多磅嘅，但係佢會有時變咗好重，鐵床都會彎嘅，鐵床會彎嘅，即係做一個好出名嘅呢啲咁樣嘅驅魔事情。所以咧，佢研究有證據，全世界都有證呢啲嘅，呢啲有非凡的力量的，所以一定是有个撒旦啊。甚至美国呢是做几十年之前80年的一个叫做 Satan Panic， 撒旦的恐慌。因为呢他发现有一个后生仔呢，他吊死的时候呢，跟着这个作者和我的异教呢，这个跟那些撒旦教有关系，跟着发现那些撒旦教是入了很多那些学校，很多那些的青年团当中，青年的社会当中，在美国很犀利的，都死了很多人啊。講嗰啲嘅，即係嗰啲叫做 serial killer， 我哋中文翻譯係連環殺手。嗰啲好多，你未夠聽佢哋，你好難，即係成啲新聞都唔想睇。但係好似嗱右手邊呢啲係一小部分，嗱呢啲人會殺好多人，有啲6个、7个，有啲10几、几十人。但係佢哋唔單止殺人咧，佢哋俾人折磨好多痛苦。中意嗰啲人要受痛苦，同埋好多好核突啊！好似殺人咧，同佢進行呢啲性嘅關係啊，跟住有人同死嘅人都會有性嘅關係，好得人驚。即係嗰啲我哋諗到世界有咁多邪惡嘅嘢，佢哋都係殺人兇手。但係其中一個人呢，佢就信咗耶穌，佢係得救。跟住咧，佢好愛主，那個牧師話非常之想得救，耶穌嘅血赦免佢嘅罪。但係本來佢可以釋放保釋之類，佢唔好，因為我會再犯呢啲嘅罪。我知道撒旦，我仲未得到釋放，雖然耶穌赦免我嘅，所以幾好一個咁樣嘅見證啊！呢本書都講曬嘅嚇。咁好啦，但係有一件事，我哋本來都係聽嗰啲古代嘅南美洲的民族 Aztec and Mayan， 即是那些叫做基德克和那些瑪雅的民族。西班牙人是16世纪1530几年去一个 Cortez， 一个很出名的西班牙的探险家，跟住咧入嗰個地方，咁起初同嗰啲人幾好，後屘咧又發生好多衝突，咁然後咧殺咗好多啲本地嘅人啊，即使咧係西班牙人咧係控制成個南美洲，仲係墨西哥，所以都係今日講西班牙話，係咪？咁就係當時咧，佢哋發現呢啲嘅民族咧，有啲嘅好得人驚嘅，有啲嘅變態的宗教的儀式，其中呢就是他們來的時候和來之後呢一段時間呢，他們的宗教儀式會獻人債，殺人，很多是小老哥，那一次呢會殺幾萬人，真是幾萬人的，那會跟著他們會吃他們的肉，所以呢後來這些考古學家呢，他們問這些骸骨裡面，這些骸骨呢有一些的亂葬崗，
幾萬人一個地方是一齊死的，咁好多係細路哥，跟住佢發現啲人會食嗰啲人嘅屍體，因為咧嗰啲嘅骨頭有啲嘅牙齒嘅痕跡喺度嘅。咁甚至一次有100嘅天主教神父同埋沙律去嗰度傳教，俾佢捉咗啦，跟住佢放喺監獄，讓佢肥嘟嘟，跟住咧殺咗佢哋，食咗佢哋嘅嚇。所以呢啲係一啲嘅以前嘅邪惡嘅嘢，咁啊就係、是，但係。後尾基督教或者天主傳入去咧，就咁樣停止咗啦嚇。嗱、一個嘅教會，以前我成日經過呢間教會，我係三分事，我做工作咩啊？我係做清潔工人嚇。我開始咗咧，企牛揾我，企牛揾我嚟香港之前咧，冇錢實做清潔工作嘅。咁我揸嘅清潔車會去三分事啊。咁我經過呢個撒旦教會一個。鬼屋嘅全部黑曬嘅，好得人嘅，你見到唔想接近呢間教會嘅嘛？跟住一個教主叫做 Anton LaVey， 好出名嘅，佢係撒旦教會嘅主教，佢寫咗好多書，做好多嗰啲黑利撒嘅儀式。咁啊，一次我哋美國斯洛教會一個牧師向佢嘅女傳福音，啊佢嘅女信咗耶穌，翻我哋美國斯洛教會嘅，跟住呢個教主非常之憤怒，咁佢就作我哋呢個牧師，佢俾嘅日期一年之後你會死嘅嚇，咁啊因為咧你令到我嘅女信耶穌，佢好嬲，一年之後點樣嘅？嗰一日咧呢個牧師冇事。但係呢個嘅 Anton LaVey 死咗啦，咁啱嗰日咧，即係呢個咒作翻到佢自己嘅身上嘅嚇，佢會做嗰啲嘅黑利撒嘅咁樣嘅嘢嘅嚇。嗱，亦都係講到好多唔同嘅中國後邊有魔鬼嘅工作咧嚇，有魔門教，你知魔門教宣教士呢個地區住我哋嘅樓上嘅，耶和見證會就係守望台咧。是他们教会我们后面这座楼的后面的嘛，你去看 JWORG Jehovah's Witness 一个三达基的教会的 Scientology、你可能都听过灭恶了很多人，上帝的孩子就是 The Children of God、曾经在香港搞乱很多教会，去中文大学好犀利，後尾咧政府係禁止佢哋入境噶嘛。一次好笑，你知我哋做呢啲送聖經嘅工作，咁一次一個嘅西教士，佢唔知呢啲咁多嘢，咁佢係中國翻嚟香港嘅時候咧，佢啱送聖經，咁嗰啲人問佢 Are you the children of God？ 你係咪神的孩子？梗係我係基督徒，係神的孩子，即刻捉咗佢啊！係咁要審問佢，跟住打電話俾我。其實對唔住，佢唔會，佢係基督徒以外咧，係你問係咪呢個邪教？其實唔係，佢係基督徒，神的孩子啊，好得人驚嘅嚇。跟住全能神教會，哇！中國咧都唔知幾多十萬、幾多百萬嘅信徒啊！佢曾經喺中國試過。綁架我都唔成功，咁試過咧打發4个人嚟香港打我，我都受傷。呢個好多年之前嘅嘛，你嚟香港打一個牧師，咁我冇辦法，我唔識功夫啊。跟住咧佢打我，我後屘講大話，我話啊，我已經報咗警，其實冇，我應該講大話，但係跟住佢驚，但係我影咗成當中嘅相，咁啱公安局嗰日同我聯絡班牧師，我哋係一個好正嘅影片，關於全能神，我哋會俾。你多啲將呢個嘅影片，即係呢個紀錄片，俾好多教會。所以我係同公安局合作，係逼迫嗰啲人啊。咁啊，今朝啊咁啱，我都見過佢哋其中兩個人影幅相，所以俾幅相佢哋捉咗佢哋嘅。嗱，所以點解啲人會嚟香港向我傳教？呢個星期都係，星期好開心，一個大陸同工會有幾十嘅大陸同工，三字會家庭教會，咁我係其中教導佢哋係我哋教會嘅。會室嗱，跟住咧係前幾日咧，亦都有兩個大陸人嚟，唔係嚟呢度，佢係我辦公室。咁啊，佢哋嚟同我宣教，因為有一個嘅異端邪教，一個嘅非洲嘅牧師叫做大衛先知。咁你會識得佢，佢嚟入嚟一個好長嘅胡鬚，好少非洲人咁長胡鬚。佢話我鬧胡鬚。
因为耶稣翻嚟，耶稣未翻嚟之前都唔会剪胡须嘅吓，所以佢嚟同你讲呢样嘢。嗱，呢样第一次我太太追思会，佢哋成班人嚟要我信呢个嘅宗教，我差唔多同佢哋嗌交起嚟啊！呢次真系嗌交起嚟，我话其实我系肯嚟好多次，我识。啲人識呢個人係一個異端邪教嘅領袖，你冇跟從佢，佢好多神蹟奇事點樣嘅嚇？唔係因為神蹟奇事，佢講嘅唔係福音，佢當自己係以利亞，係摩西回來翻嚟啊咁樣嘅。跟住咧，我秘書林姊妹都喺度啊，好在咧，一後屘我覺得佢哋真係會打我嘅嚇，咁啊佢可以保護我，雖然佢好細粒。佢可能識功夫，我都唔知佢識唔識功夫嘅嚇。佢會打我，所以佢都好危險。因為我試過俾啲人打嘅，呢啲唔係女人添，係男人添啊。咁樣佢哋好惡好惡，跟住咧我即刻走咗落去我自己嘅房，跟住佢哋知道已經講完啦，佢哋走咗啦。但係佢哋真係影響好多人。最近一個海上敬拜喺船上咧，佢哋有百幾十人。打入呢個海上敬拜係要拉啲人入佢哋嘅邪教，可能係每間教會有呢啲嘅人，都係而家係發生嘅好多邪教。誒講邪教講幾多章都講唔曬嘅嚇，咁所以咧，但講嗰啲嘅壞人，我相信呢啲嘅壞人非常之壞。嗱，如果你殺人係殺人兇手，咁如果你殺一百萬人啦，你唔止係殺人兇手，你係個魔鬼。你毀滅幾百萬人嘅壽命，我會覺得呢啲人曾經同魔鬼立約，俾佢一種嘅超自然嘅一個即唔係超自然，係一個特殊嘅身份，冇人可以推佢落台。因為嗱，呢啲人都破壞國家，好似希特勒咧破壞國家，你殺唔到佢，好多人試過殺佢，殺唔到啊，因為魔鬼保護佢。咁啊，希特勒咧，納粹黨咧。咁係自己親自咧，係死亡嘅人1700萬，咁但係包括600萬嘅猶太人啊，嗰啲集中營嘅，咁以前你都睇第二次世界呢啲咁樣嘅相啊，呢啲人好慘嘅嚇，咁但係知道佢引起嘅戰爭死幾多人啊？7200萬 72 million people， 咁大概咧係差唔多係斯大林係呢個嘅蘇聯嘅獨裁者，因為咧集中營啊同埋饑荒等啊，死咗3000萬人咁樣嘅，好犀利嘅嚇。咁啊又波爾博特，我哋去過柬埔寨好多次咧，見到有啲嘅地方有啲係。Killing Field 嗰啲死亡嘅博物館，有成幾千嘅俘虜骨頭噶嘛？咁咧佢自己係殺咗200萬人喺呢個柬埔寨呢嚇，一定係一個嘅魔鬼，差唔多1/4嘅人口。咁所以一個歐洲人係呢個比利時嘅利奧波德第二世呢嚇，咁佢自己喺剛果咧，佢令到成1500萬。萬人死亡，咁一個咧係呢個嘅日本嘅首相啊，英文叫做 Hideki Tojo， 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佢叫做東條英機嘅嚇。咁佢嘅親自同佢有關係死亡嘅人有500萬人嘅，包括南京大屠殺，幾時？1937年嘅南京大屠殺死咗300萬嘅中國人，但係知唔知道日本人喺中國殺咗幾多人？800萬人嘅呢啲係咪魔鬼？我覺得肯定係啊！但係最犀利、最大記錄呢係成吉思汗，因為佢自己統戰成個世界嘅野心，領到6000萬人死亡嘅。咁列寧呢係都有500萬呢個蘇聯嘅一個獨裁者。跟住金日成呢第一個嘅北韓嘅創辦嘅人呢，因為呢。直接被屠殺同埋饑荒死嘅人有300萬人啦，咁一個喺沙皇喺呢個嘅以前嘅俄國咧，佢叫做伊凡雷大，英文叫做 Ivan the Terrible 啊，咁如果你睇見佢個面紅，知道啊呢度啊都幾得人驚啊！咁咧佢又死到佢殺嘅人，但係佢殺埋呢啲係咩？係魔鬼咁樣嘅。嗱，如果你想研究關於邪靈啊、天使啊呢啲咁樣嘅一個作者，我同個女經常會
網上聽佢講到呢 Michael Heiser， 佢啱舊年離開世界，咁啊麥克海薩，咁佢寫三本書，但呢本書可能暫時未有中文嘅嚇。咁一個係關於惡魔，一個關於天使，一個關於隱密的領域。佢一個學者，佢唔單止識嗰啲譬如希伯來、希列文，佢識嗰啲最早的古文數瑪爾語和阿卡德語，就是 Sumerian and Akkadian， 這個差不多是公元前4500年，很早期的。那麼他需要研究很多書，很多資料。那麼、關於天使和 魔鬼很多教導、可能你沒聽過、好像你可能都聽過呢、有些人呢就是不是人，是半人是半鬼的，是什麼？是英文叫做 Nephilim， 拿非利人，是創世的六章，神的兒子們要養的女兒呢是結合，跟著有些個人，這些個人叫做希伯來叫做 Nephilim， 那這些人是半人，是半鬼的，因為一些墮落的天使之類呢跟人是有善的關係。根據那些古代的、就是第二個世界第二个大战、对不起，第二个圣殿，第二个圣殿，即是说这个是耶稣来是第二个圣殿的那些犹太人呢，即是他很相信呢被鬼附身的鬼都是这些是拿非利人死了之后的灵魂，这个是普遍的，应该是，即不是堕落的天使。还有他解释有些人是觉得譬如在约伯记有撒旦是撞在神的面针对这个的约伯，跟着一个经文是撒加利亚书，一个祭司叫做这个的约书，跟着呢撒旦要针对他。那这个其实不是新约的撒旦，这个是神的会当中是一些的是高级的空中掌权者，其实呢他们本身是检控官，要是本来同神同工，要检控你。跟撒旦是另一样东西，是新约的圣经、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关于这个隐密的领域，很多资料，譬如第十章呢有70个国家，创世纪十章。那么神他拣选以色列，但是将他们的空中、掌权者是好的人给其他70个国家，点不知他们教坏人的。所以今天世界是这样的。这些很高深的神学的问题我不多讲的，但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研究，可以看这些书，可以上网。但是一本书我鼓励大家有机会去看，因为有中文的，这叫做地狱雷轰的。一般基督徒很多会看这本书的，他都叫做魔鬼的家书的。主要呢是一个很出名的路易斯，是我们基督教非常受尊重的一个护教学者，他很多书是关于信仰的， C.S. Lewis。 他说是一个叫做 Screw Tape， 中文是翻译呢就是一个恶魔叫做史克路太普。他有一个的侄子，他要做學習怎樣誘惑人，他叫做郁慕德，叫做 Wormwood， 如果你熟成的字 Wormwood 是一個啟示錄的字，他很多方法誘惑人試探人。哇，這本書真的會很受感動，而且有中文版的。好了，介紹書介紹完，現在看經文。那就是一個經文，一開始我要說是主的土民，其實不是主的土民，是門徒的土民，我們在天上的父。因為主的土民在使徒行傳第17章，這個不是耶穌禱告，耶穌沒有犯罪，不需要呢就是叫神要恕他的罪，但這個是門徒的土民當中一個說話呢，教我們脫離兇惡。那這個中文翻譯，但是另外一個翻譯呢，脫離恶者，你看英文 But deliver us from the evil one， 即耶稣不当邪恶是一种的很广泛的邪恶的一个势力，他当邪恶是一个人，是叫做魔鬼在后面，叫我们脱离魔鬼。那耶稣去吓西门的园，当他想到这个的十字架之前呢，他在那里要祷告，在橄榄山。那么在一个地方他就跪下，
咁佢個門徒雅各、約翰、彼得都跟佢。咁佢對佢哋話：你哋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嘅。嗱，即係迷惑被欺騙。嗱，所以如果你禱告入咩迷惑，跟住耶穌禱告，佢求主你將你嘅苦杯拎走。只不過唔係我嘅意思，係你嘅旨意成全嘅嚇。跟住耶穌禱告完咗之後翻嚟，見佢哋係因為憂愁睡覺。嗱，憂愁會令到人最起碼令裏邊睡覺。你可能一生都會見一啲嘅令到好憂愁嘅事，可能家人死啊、離婚啊、嚴重疾病啊、意外啊、破產啊、失戀啊、被人咒詛，即係好多會令我哋嘅憂愁。即係生命每一個人可能會有啲咁樣嘅唔同嘅事情。呢、這個時候最容易係聽魔鬼嘅説話，最容易呢就放棄信主，最容易呢做啲你以後會非常之後悔嘅事情。所以佢哋憂愁沉睡，所以話你點解？瞓觉，灵里边瞓觉，冇听神嘅声音。佢话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哦，原来呢祷告同埋面对迷惑好有关系嘅。咁嗱，呢、这个战胜恶者嘅，要从认识父神开始。我头先父亲节读你嘅经文，约翰系一个老嘅使徒，咁佢。当教会嗰啲嘅弟兄姊妹系佢嘅儿女嘅，咁可能佢写信俾将来呢啲嘅教会嘅人，可能写信俾呢啲嘅家庭。佢话父老啊，你系老又系父啊，我写信俾你，因为你哋认识呢位从起初原有嘅，你认识神，你知道佢。跟住少年人呢，我写信俾你哋，因为你哋信过那恶者嘅。后来他写信给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心里面，你们也胜了那恶者的。所以看见他们认识神，对不起，我要起身少少，听医生的说话，是不是不要坐太累，令到我的肌肉可以有点舒服，一阵间我会坐回，我会听话，是不是？好了，因为我女儿很关心。嗱，佢哋就係爸爸認識神，重新得救，真嘅基督徒，唔係嗰啲過命基督徒。咁嗰啲嘅少年人咧，佢哋因為爸爸會影響佢哋，佢哋會勝過惡者係魔鬼。甚至少年人咧，佢剛強，因為神嘅都喺佢嘅心裏邊，佢哋會勝過那惡者嘅，是一個好健康嘅教會嘅。嗱，約翰咧，佢。警告我们每个人要从三个经常的诱惑要防备的。我们一起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至永远长存。嗱，我睇我哋福音教会几十年，有啲人几十年到而家，永远长存。当然，将来点样嘅永恒我都唔知，因为咧，我谂你大部分可以胜过呢三方面嘅，但系有啲人都冇胜过啦。我谂教会。几十年的历史当中，可能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人拒绝信耶稣。你嗰只几百人聚会呢？当然有人去咗其他教会，有啲移民咗啦，有啲人都系好地喺第啲地方服侍神。但可能好多人冇服侍神，点解佢哋冇办法克服呢三种嘅试探？呢啲系最普遍嘅试探。嗱，你经常喺度，多数你唔会受呢方面嘅试探，但系好多人都会嘅。所以呢，我哋如果要明白呢啲嘅三个试探，可以比较耶稣佢受试探喺马太同埋路加福音嘅。第一系肉体嘅情欲。嗱，第一个试探魔鬼呢，系因为佢禁食四十
日佢就係肚餓，跟住魔鬼呢話你將食物變成啊，對唔住，你將呢啲嘅石頭變成食物啊。咁呢個好大嘅考驗，因為佢好肚餓嘅嚇。但係耶穌面對呢個肉體嘅情慾，即唔係食物咪情慾，但係包埋不同嘅情慾、性慾嘅貪取嗰方面嘅。耶穌點樣對付呢啲嘢？耶穌用聖經喺《生命記》八章第三節嘅人活著不單靠食物，乃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我最近都好多聖經教導呢個星期，咁我看到一段嘅，你睇聖經又好，教導聖經一定要睇全部嗰段嘅聖經，嗰段嘅經文。呢本書作者寫俾邊啲人？佢個背景係點樣嘅？最起碼要睇上下文，前邊幾節或者幾章，後邊幾節幾章。因為好多異端邪教或者好多錯解聖經，因為斷章取義。我哋要靠神嘅一切嘅話語。咁第二個嘅試探呢，係眼目嘅情慾，因為魔鬼俾佢睇見萬國嘅榮華富貴。咁我呢？包括呢政權啦、金錢各方面啦。如果你拜我，我會將呢啲嘅俾你噶嘛嚇。咁耶穌亦都引用聖經，每次用聖經《生命記》六章十三節嘅嚇，要當拜住你的神，當要侍奉他。所以呢個係眼目嘅情慾，俾佢哋好多樣嘢嘅，你都會有個機會啊。咁你做某一樣嘢，你真係會發達，你會喺公司升級，譬如賄賂老闆或者乜嘢，可能好多唔同嘅嘢會發生嘅，可能政治、經濟各方面嘅眼目嘅情慾。第三，今生嘅驕傲，摸佢第一個高山上邊嘅嚇，咁叫佢跳落去啊，係一個對唔住聖殿上邊咧，係一個高高嘅地方，咁啊。佢引用詩篇一段嘅經文，你跳落去先至會托住你嘅腳，使到你不受傷嘅。跟住耶穌一樣咧，用聖經不可試探主你的神。今生的驕傲，你顯個神跡俾我睇。我最近都係分析好多嗰啲靈恩派嘅問題，好多出名嘅靈恩派嘅人係有性嘅問題、道德嘅問題。驕傲的問題，以前我初信主耶穌，他說三樣東西要防備 Girls, Gold and Glory， 女仔、黃金和榮耀你自己的。以前我經常聽 Girls, Gold and Glory， 女仔、黃金和這個榮耀你自己的。所以很多時候那些神醫報道家其實榮耀自己，你看我很厲害啊，撲在地下又得到醫治之類，但是耶穌不接受這件事的。他說不要試探住你的神，因為你顯個神跡，你做個神跡，你會證實他不需要顯個神跡給人看見，他知道他是誰，他知道他的身份。这个是今生的骄傲，很多这些人很骄傲啊，他的侍奉公司用自己的名字提高自己的，这个是基督教里面的。我很不喜欢这些这样的东西，福音工作是荣耀神，好像这个星期来找我那些的非洲先知的门徒，他说你看很多神迹奇事，很多预言，但是我看网上的资料，他高过自己，你冇聽到耶穌嘅福音，冇聽到耶穌嘅教恩，點解你會跟佢？但可惜好多人跟佢嘅嚇。咁好啦，耶穌戰勝誘惑嘅呢個知識，即係我哋知道會幫助我哋抵擋魔鬼。因為咧，耶穌受試探，同埋約翰一書二章係都涉及人類試探嘅核心嘅方面，肉體嘅慾望、貪婪同埋。骄傲的，然后呢，耶稣对魔鬼试探的回应是怎样的？克服这些世俗试探的一个典范的，通过依靠经文圣经敬拜神和谦卑会来
实现的。这些是比较强调这些灵性教训是抵挡那些不从父来的乃全从世界来的试探是有关系的。这些试探不是从神来，是从魔鬼来的。好了，每个基督徒必须要积极的抵挡魔鬼。不要说不关我事，我只看着人家，你要积极抵挡魔鬼。我们一起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到十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鼓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重大轻，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给诸般恩典的神，趁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所以如果你是不断章取义，看前面后面几节，你会更加明白。所以原来呢，我们要抵挡魔鬼，因为他好像敲叫的狮子，要吞吃人的，要抵挡他。但怎样抵挡他呢？需要神的恩典，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是已经召你的嘛，你靠你自己是做不到，那就是赞美主。所以呢，我们用信心抵挡他，还有呢，用神的话语抵挡他的，他都会是跑离开你。今天我们受试探和呢诱惑的程度，与我们是允许罪恶和情欲控制我们的程度是正比的。即有多少情欲在你的里面，你以为魔鬼留地步多少在你的里面，魔鬼因此会试探你。我想有些试探永远都不会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你没有用这些在你的里面。比如有人经常都上色情网站啊，那这方面他已经为魔鬼留地步，当然那方面他会受试探啊。那有人呢，对于金钱呢，他经常分分秒秒看那些金融资料啊，那他想着怎样可以是赚快钱啊，这样的他有这样的思想，那方面他也都可能会去骗人啊，是会骗其他的人，因为那个人已经在他里面的啊。咁呢、这個嘅俄國書係一個好好嘅經文啦，因為俄國佢寫信俾當時嘅教會講啲好現實嘅問題。保羅咧講神學、因神稱義啊等等，耶穌復活啊。但俄國係一個教會嘅牧師，佢唔係神學家，佢係一個牧師。咁佢係要面對教會嘅問題，又紛爭又結黨，又引用舌頭亂鬧人啦，又呢樣又嗰樣嘅，所以咧。他是面对这些教会实在的问题。我们一起读俄国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的，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各人要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嗱，呢个到第十五节、十六节话，不要行错了 ，Don't be deceived。好多人会系被欺骗，哦，冇人知道呢个小小事啊，唔紧要，系咁啊，人哋都系咁样嘅嘛。但系你睇结果咧，系死亡嘅。真是死亡。大卫是最典型的例子，他因为里面已经有情欲，他提拔士巴要跟他发生关系，跟着他生个仔，跟着呢他要杀他的老公，为了隐瞒这件事，他已经是犯奸淫杀人凶手啊。跟着拿单才找他责备他，你是这个的人，好在他是悔改才可以得救。但问题呢，罪的结果就是死，结果那个细蚊仔都死埋啊，都死埋，他不可以活下去的时候呢。所以这个大卫犯罪的过程和这个经文是一样的，是因为被这个的情欲、这个私欲牵引诱惑，跟着呢又怀了胎，他的情况是为一个
蛇蚊仔生出罪来杀在人，跟住罪长成就有死亡来嘅。求神帮助我哋嘅吓。好啦，嗱呢个嘅系一个嘅有人形容呢物欲横流，横流享乐主义嘅社会当中，贪罪导致无数基督徒嘅堕落。贪罪，嗱神会祝福基督徒，我哋教会都系，嗱买咗呢个地方，咁多装修，一个咁好嘅礼拜堂，都系神嘅祝福。我哋好多弟兄姊妹呢，系物质上神好祝福佢哋，佢哋有楼，有好嘅收入，佢哋有靓车，好多样嘢嘅，神好祝福。最近呢，我家庭带我去深圳，喺啱我生日嘅时候呢，我生日嘅时候啊，咁深圳有啲我哋教会嘅同工呢，请我哋食好丰富嘅饭，都系我哋深圳教会嘅团队噶嘛。跟住送我走坐个电车，我一世第一次坐电车，真系未试过啦！哇，电车我哋都唔敢，我哋都冇钱啊！而家好普遍香港啦，我未试过坐电车，好靓嗰啲大陆嘅电车，比香港仲靓添啊！神祝福好多基督徒，好多基督徒神祝福佢哋嘅，我哋好欣赏多谢主。但系问题呢，因为佢哋敬畏神，佢哋奉献，佢哋系有预算，佢哋识点样管财，佢都会发达。但是有些人是贪心贪取的，所以呢尤其是新约教会呢，是那些人比较穷穷地，没有很多有钱的人。所以呢保罗他给提摩提听，如果你见权家上知足好大利，你已经发达，你是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你知道一死你去上天堂，你会祝福很多人，而且你是知足，不是贪婪，这个很大的有利的地方的。我们没带什么来世上，不可以带什么走的，好像是不是江如心、啊、记得他又起了很多楼、啊、之类、啊、很有钱，跟着死之后呢、那个遗嘱是不清楚了，跟着有人打官司，跟着那些这么多钱不如你给人的嘛，你知道买这间教会俾我哋本来系戏院邵逸夫，咁我话咧邵逸夫，你本来要3000万，但系我冇3000万，我系要1300万卖俾我哋嘅，佢答应啊，而且我话邵逸夫你会长寿，跟住咧知道佢活到几多年，107年，当时佢系89年噶嘛，而且佢好肯，佢祝福好多人。佢俾咗钱呢些邵逸夫乜嘢嘅诊所、医院，全世界都中国都有噶嘛。唔同，虽然佢唔系一个基督徒我所知，但系佢知道贪取唔好，俾人哋噶嘛。嗱，因为圣经话咧，因为想要发财会入到好多迷惑，落到网络，同埋嗰啲嘅系私欲当中，所以通常嗰啲贪取同埋咧情欲有关系嘅。咁好似嗰啲美國好多出名嘅嗰啲嘅超級大牧師嘅事工嘅負責人，差唔多大部分後屘發現有道德問題，但係全部都好有錢嘅，私人飛機住屋呢幾萬隻，值得幾千萬美金嘅咁樣嘅，所以似乎有關係嘅。貪取係萬惡之根。好啦，嗱，耶穌被聖靈膏抹。这个是彼得的讲道、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魔鬼压制疾病、啊、精神问题、啊、贫穷、啊、被鬼附身的好多唔同嘅魔鬼嘅工作，但因为佢有圣灵膏抹，释放被魔鬼压制嘅人，我哋应该一样，我哋有圣灵充满圣灵嘅能力，要帮助啲人。第一传福音，第二呢系医治有病嘅人。耶稣唔系叫我哋为病人祈祷，佢叫做医治有病嘅人。嗱，一个故事系关于邪教。同埋假先知，一个地方我唔读，即系解释俾你听，系一个叙利
塞利普斯 Cyprus 啊。咁啊，一個人係一個省長，佢個方伯啊。咁佢個名叫做士寇保羅。咁啊，佢請保羅巴拿巴去同佢談聖經嘅真理。點不知係一個好出名嘅行邪術嘅用化術嘅人，係叫做以利馬。咁佢又攔咗呢個嘅省長，即係你個方伯，聽保羅嘅説話，佢敵當佢。咁跟住保羅被聖靈充滿，呢個係佢一個叫做分別主靈嘅恩賜。望住佢，佢話：你呢一個充滿各樣嘅詭詐嘅干惡魔鬼嘅兒子，忠善嘅仇敵，你換亂主嘅正道，仲唔止住呢？跟住佢面對審判，佢盲眼嘅。嗱，呢啲屬於靈界嘅，係邪術嘅。佢唔係嗰啲普通嘅魔術，係真係一種嘅邪術，有能力嘅嚇。但今日呢啲嘅邪術係成個社會，不單止係社會入到教會裏邊嘅。嗱，呢個 Oprah Winfrey 係如果你識英文嘅，你聽到佢嘅，佢係全世界或者最起碼美國嘅新紀元嘅頭，負責新紀元好犀利嘅嚇。嗱，前幾年有時神做好奇妙工作，有啲金粉會落到人嘅身上，我哋都試過，我哋教會去韓國禱告山都試過啦。啊，跟住好多人好瘋狂嘅，佢每次嘅聚會有好多金粉啊、羽毛啊、晶體啊、鑽石噶、啊、會落嚟噶嘛。咁已經入咗啲嘅教會，我曾經去咗瑞士一個好大嘅靈恩派聚會嘅，我哋唔係靈恩派，我哋五旬宗教會噶嘛，好古古怪怪嗰啲靈恩派嘅嘢。跟住有一個牧師，佢就係拎起一個好大嘅水晶，一個晶頭子咁樣嘅。佢俾我哋，你知唔知你到邊度嚟？佢從天跌咗落嚟，我哋拎起呢化驗裏邊冇碳嘅成分，如果晶體地上有碳噶嘛，鑽石佢冇碳。佢係外太空嚟嘅，後屘我諗到超人喎，超人咧佢乜都得，冇人可以搞超人。但係一種嘅石頭從天叫做 kryptonite， 唔知中文叫做咩隕石，一種嘅隕石。總之你嘅隕石接觸咧超人，佢玩完冇力量喎，差唔多從天落嚟。嗱，你係基督教嘅聚會，點解你唔傳福音，唔為人祈禱，講呢啲咁樣嘅古古怪怪？嗱，呢啲入咗好多基督教嘅新紀元裏邊嘅嚇，咁呢啲係嗰啲新紀元嘅符，有冇睇過啦嚇？咁啊最近好呢啲會不斷會聽人講嘅嚇，但係如果你睇翻個根係撒旦嘅工作，咁喺哥林多後書睇見魔鬼工作，佢聖經話佢哋有好多假嘅仕途，佢哋行事係詭詐。佢哋呢啲假嘅仕途唔係真嘅仕途，又好似我頭先睇嘅，肯定係一個假嘅仕途，裝作基督使者嘅模樣嘅。保羅話都唔奇怪，因為連撒旦亦都裝個光明嘅天使啊！如果你見到魔鬼咧，好靚仔，光明嘅天使啊！都唔奇怪啊！佢嘅差役呢，亦都系当系人类嘅差役，都唔奇怪。但佢哋嘅结局呢，系审判嘅吓。咁啊，最近咧呢啲新纪元嘅嘢影响好多人，不单止非基督徒，基督徒都影响。咁啊，因为咧接触呢啲撒旦嘅嘢呢，新纪元呢都会入到你嘅里边嘅，瑜伽术都系嗱，譬如。占星術咧，我哋中國咧有運程啊，有生肖嘅，呢都係占星術一樣嘅嘛。有咩可能星星嘅位置同埋你出生嘅位置有任何嘅關係？你嘅命定係你自己決定，唔係話你邊一月出世同埋星星有關係嘅，你自己決定，主要跟隨耶穌啊。但呢啲好普遍，我哋香港啊。晶體頭先講過啦，風水又係啊，有咩可能呢？一個建築物係嘅位置，同埋你自己嘅生命會有任何嘅關係，除非有邪靈喺入邊噶嘛。所以呢，由呢個嘅磁場療法命理 numerology， 亦都有睇手相，你中意唔好去，但係去廟街。好多人隨便問你占卦、占卜啊、睇手相啊、精神治療啊、太極拳啊，嗰啲太極係即係運動，即係冇問題。但係好似
法輪功，佢入到一個好高深嘅太極嘅情況，可能有邪靈會入嚟嘅。咁塔羅牌一種嘅牌，嗰啲人會玩呢啲嘅牌，咁會占卜占卜，好似碟仙同碟仙差唔多。超明嘅默想嘅，呢啲好普遍喺西方嘅瑜伽術，好多其他嘅啊。咁而家最近咧，推一個世界合一的宗教，所有嘅宗教都令到人到神的面前，跳到路通流馬嘅。其實唔係，耶穌話我係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冇人去到父嗰度去啊。咁好啦，有冇聽到古代嘅外星人嘅？我是見過一次飛行，不明飛行物體，當時我五歲，記得很清楚，好似昨日的。為什麼我會見一個的是不明飛行物體？因為我父母都是基督徒，祖母基督徒，但祖母的家姐是行邪術，行邪術那些神秘宗教，所以可能魔鬼都知道。咁佢要我係相信呢啲嘢，感謝主，我五歲咧都冇相信嘅嘛。但好多人睇過呢啲嘅外星人啊，或者不明飛行嘅物體嘅嘛，真係有冇外星人啊？最近美國國會咧又開一個政聽會咧，係研究呢啲嘅不明飛行嘅物體，即係呢啲嘅飛船咧會飛非常之快，一小時幾千英里，跟住即刻會轉方向嘅嚇。或者会消失，跟住呢啲会出现噶嘛？物理学冇可能嘅，呢啲外部物理学神都系做呢啲嘅定律噶嘛？呢啲系乜嘢呢？系邪灵。跟住呢，因为见佢撞击地下，跟住佢个撞击地下嘅地方，个草平咗啦嘛。但系搵唔到飞船，搵唔到物体嘅，因为佢系邪灵嘅吓。咁啊，曾經喺阿拉山那州有好多人話：我哋見過呢啲不明嘅飛行嘅物體。好啦，我哋做個科學嘅研究，揾到95%-99%都係啲轉嘅解釋，一個氣球啊、無人機啊，或者太陽嗰啲火石，但係大概1%係冇得解釋，冇得解釋。所以佢哋揾到1000人。受過訓練，每晚在那個地方曾經見到不明飛行物體，要望上去。跟住呢一年之後做記錄，1000人當中只有10個人見過啲不明飛行物體嘅，或者見過啲外星球人嘅。咁嗰啲10個人全部係相信嗰啲嘅神秘嘅宗教，即係嗰啲邪教。因為你相信呢啲已經魔鬼喺你嘅裏邊，佢會向你顯現嘅。所以我唔相信呢啲係存在嘅嚇。嗱，最後咧又面對呢啲嘅問題。第一係保羅以弗所書好清楚咧，佢話我哋要靠主，靠佢嘅大能大力做剛強嘅人。跟住要穿戴神全副嘅軍裝，去抵擋魔鬼嘅詭計。呢個嘅爭戰係唔係要屬血氣嘅爭戰？唔係好似以色列啊、哈馬斯人打人啊，或者烏克蘭、俄羅斯唔係啊？呢啲係同嗰啲嘅係空中掌權嘅，呢啲係一個爭戰嘅，就可以抵擋魔鬼嘅詭計。嗱，你千祈冇挑戰空中掌權者。好危險，唔合乎聖經都唔成功嘅，唔好做屬靈爭戰，一定咧會後悔嘅。神唔俾我哋呢個權，聖經亦都冇呢個嘅記載，所以極端領恩派好多時係挑戰空中掌權者，有啲祈禱遊行，即係講個邪靈嘅名，咁啊鬧佢捆綁佢，聖經冇呢樣嘢嘅，一定唔成功嘅。咁所以呢？他说呢，为了面对魔鬼是保护自己，拿起神全副的全副军装，可以成就一切。一阵会讲是什么来的。那我们都头先解释，没难过，因为我点其他那些什么灵恩派那些人的，或者是基督徒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即不是魔门教、撒网队那些撒旦教。有些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因为这个时代很多古古怪怪的教导，复兴教会很重视圣经的圣经教导，圣经没有记载我们都不讲的。所以因为很多教会那些边缘的那些是强调某一个的信仰，也都没有提中间的
教导。所以呢，我哋要帮呢啲嘅人。所以保罗俾提摩太，你唔好同佢哋争见，要温温柔柔对人，善要教导，全心忍耐，要温柔教导嗰啲歹当嘅人。嗱，所以你要熟圣经啊，你要明白呢啲嘢。所以我今日讲呢个嘅题目，呢个系我做牧师香港50几年第一次讲，我从来未讲过啦嘛。我先点解会讲？因为我睇嗰本书，因为嗰个系非基督教嘅出版社介绍过呢本书，见你好惊好惊，唔好睇啊！我一定要睇嘅，要好惊嘅，要睇点样惊法啊！因为呢个同圣言有关系。跟住睇之后，我话呢个题目真系而家好多人都留意，所以呢。我哋要教导嗰啲嘅人，希望神俾一个悔改嘅心，可以明白真道啊！因为呢啲人，你睇，我哋一齐读26节，叫他们这已被魔鬼引迷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脱离他的网络。可能你会帮助我哋香港或者中国其他被魔鬼掳去嘅弟兄姊妹，因为好多我哋。呢度好多教会系已经教到啲好极端嘅嘢。嗱，耶稣道成肉身，同埋佢十字架上嘅圣灵系保证我哋系战胜魔鬼。耶稣呢，佢死十字架，直接死要败坏，将死权嘅就系魔鬼，释放嗰啲人，因为怕死成为奴仆嘅人。跟住呢，我哋睇见呢系。雅各都是教导呢，好实际呢。大家要信服神，抵挡魔鬼，魔鬼会逃跑。跟住同样嘅事，要亲近神，神必亲近你。所以一方面，你哋明白撒旦嘅诡计工作，唔好上佢嘅当，帮助嗰啲上佢当嘅人。但第二方面，要祷告，要洁净你嘅手。跟住呢，耶稣系。佢嚟为就要吹灭魔鬼嘅工作，呢个对约翰一书，神的意志显现出嚟，话要吹灭魔鬼嘅作为，疾病、罪恶、死亡、纷争、结党，好多样嘢，肉体嘅情欲等等，耶稣要吹灭魔鬼嘅工作嘅吓。咁啊，魔鬼系人类嘅作为呢，好快我只系读个标题，诱惑同埋欺骗，被诱惑、被欺骗嘅人都唔知道。好似呢個星期揾我個巴嘅非洲嘅假先知嘅信徒，佢係基督徒，佢唔知佢哋係被欺騙。好似我個秘書林姊妹已經中咗毒，巴牧師冇嘥時間同佢哋講，已經中咗毒，佢哋唔知道嘅。魔鬼都係控告者，最緊係啟示錄控告大兄係魔鬼，但係點樣勝過魔鬼？因為神嘅道。神的话和他们所见证的道，耶稣的宝血，对不起，耶稣的宝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第三，他是邪恶的源头，一切邪恶从他来，他真的是存在。跟着属灵的征战，每个人是参与属灵征战，我们要挑战空中掌权者，但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跟着魔鬼的命运，佢会被基督所击败嘅吓，呢、这个末后嘅时候，最终会受审判嘅吓，佢会被迎入呢个系火湖里边，佢系会首先1000年佢会被捆绑，之后呢系佢会系被释放出来，跟住呢欺骗啲人好短时间，跟住佢嘅命运喺呢个嘅火湖里边到永永远远一个永远的惩罚。好啦。嗱，呢个系魔鬼工作，最后几分钟呢系讲神的恩典啦。神嘅恩典系基督信仰强大不可以少嘅一部分，所以今年我哋嘅题目恩上加恩，以致信徒系会提供克服魔鬼邪恶所需嘅力量。神嘅恩典系有能力做到你靠自己做唔到嘅嘢。God's grace is power to help you to do what you cannot do in yourself. 好啦，第一，救恩同埋救赎，我哋得个本乎恩，因着神，咪即要自己系神所赐嘅。呢个系第一，系恩典。
我哋同好多宗教，天主教好多宗教唔同，唔靠系行为系被称为义，靠恩典被称为义。你一切嘅义好似污秽嘅衣服，只要你呼求主名，相信耶稣，接受佢宝血嘅认罪悔改，神嘅恩典会临你嘅身上。所以你跟住呢，系你会得到神徒从罪恶当中的结果，咁你会从魔鬼当中嘅受得到拯救嘅吓。呢、这个救恩系神嘅恩赐，唔系靠人嘅努力所获得嘅。Salvation and redemption， 这两个都有关系，都有唔同嘅救恩同埋救赎，但呢带动魔鬼嘅力量。所以呢，呢、这个就系保罗。在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在临前第十章第十二第十三节，他说到呢，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但是神是信实，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在试探的时候总要记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忍受得住。所以对每一个的试探，神都提供一条出路，是我们能够忍受，而且可以克服它。这个是信实的，应许不会让信徒呢受到超过他们所受到的试探，真是当时仰望神。第三是软弱当中是得到力量的。保罗呢，他说我觉得软弱，神的恩典够我用。他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他叫主将这根刺离开，可能是逼迫，人家说是疾病都不知道，但是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力量是人的身上显得完全的。所以他说我夸自己的软弱，杀到神的能力在我身上显现出来的。神给你足够的力量，神的恩典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足够的，尤其是软弱的时候，只要你承认你自己的软弱，神的力量显现出来。第四呢，是讲神的装备，全副军装，真理当作大字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跟着拿得神德当作盾牌，可以灭绝恶者一切的火箭。然后呢，救恩的头盔和呢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很简单的，这些是我们穿上的，不是为了打邪恶的魔鬼，为了保护自己。这里的军装是包括真理、公义、平安的福音、神心、救恩、神的道和呢祷告的，这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跟住呢，我哋系靠耶稣可以得胜，无论系生死、天使掌权、有能力、现在嘅事、将来嘅事，都唔可以叫我哋要神的爱隔绝嘅吓。我哋靠耶稣可以得胜。最后呢，系更新与转变。我哋起身，我哋读呢段嘅圣经，系提多第二章十一到第十二节，一齐读。因为神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带给所有人救恩，这恩典教导我们拒绝不敬虔和世俗的情欲，在现今的世代过自律、公义和敬虔的生活。各位，这个恩典是神给你，我一生的愿望，我可以忠心到底。我们好多人都没有啊，很多很出名的牧师啊、领导人啊，后来他到差不多的年纪会跌倒啊、放弃啊、灰心啊、犯罪，最近很多。我希望可以坚持到底，不是你跑得快跑得好，你要跑到终点的。保罗说是随跑一个人赢，我要赢，我不是会跑到最后一晚就跌了下来，我要坚持到底。所以他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想一个好的见证留给大家，祝福大家。
亦都希望一个好嘅见证。所以咧，我要不断嘅更新同埋转变，每个人都面对试探，有软弱嘅地方，每日都有不同嘅试探。空中嘅势力仲喺度，宣传媒体、广告、电视、书籍，不断嘅输入一啲嘅不健全嘅思想，会受试探。但咧，我需要更新同埋转变嘅，靠神嘅恩典。祝福各位。好，多谢巴牧师啦，俾我哋有好好嘅教导啊！即系关于属灵呢样嘢，属灵工邪灵呢方面嘢，魔鬼嘅工作所为咧，唔系信不信由你嘅，而系唔到你唔信嘅。正如头先牧师鼓励我哋啊，连一啲大牧者去到一段嘅时间里边，都唔小心走偏咗。咁我哋系咪更加要谨慎，更加应该扎心？唔好俾我哋离开到神啊！唔好俾我哋离开到真理啊！唔好觉得哎呀呢啲经文我睇过啦，圣经我日日都睇啦，你日日都祈祷，日日都灵修啦，唔好觉得咁样啊！系每日每日每时每刻，唔好俾我哋远离咗呢啲嘅真理，唔好俾我哋一个唔小心就软弱跌倒。我哋一齐祷告啊！哈利路亚。系先生咧，好想有一个邀请咧，就系当中我哋嘅新朋友有冇啲系未信主嘅？如果你未信主嘅，啊，今日好想去到邀请你啦，去到接受主耶稣啊，因为你唔喺主耶稣里边，好危险嘅。要到进入主耶稣嘅真理，佢嘅救赎里边得到神嘅保护啊！如果你系未信主，今日好想去到接受主耶稣嘅，嚟到台嘅右边啦，有传道人去帮你啊，决志信耶稣。另外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忘记今日神藉着巴牧师俾我哋嘅教导啊！我哋祷告，我哋去祷告，将自己摆上，让神让圣灵。去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里面真的去省察自己有些什么部分我们已经走远了，走远了不要紧，但要懂得回转头去回神的里面。如果不是靠神，不是靠神的恩典，我们没办法胜过这些仇敌的诡计。我们一起这样祷告啊！出到嚟前面咧，我哋祷告服侍队，你会为你祈祷。啊，弟兄姊妹都安全我哋嘅心啊，去到让圣灵工作啊，唔好咁快去觉得要走啦，要离开啦，而系咧真系要继续喺神嘅爱嘅里边啦。我哋按住自己嘅心，去到神嘅中间去祷告，让神咧，让圣灵去话俾我哋听，我哋需要点样去到更加找近神嘅真理。主，我们宣告你的灵要在我们当中运行。主，我们宣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你所爱的儿女，我们每一个儿女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到走这个成圣的道路里面，有些什么地方我们要教回正，有些什么地方我要返回你的恩典里面。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我们真的要靠你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真的要依靠圣灵你的能力才方能成事。主啊，让你的圣灵大大运行在我们当中，宣告每一切仇敌的作为要离开我们，宣告我们的生命要得胜再得胜，宣告我们要再次回到神你的里面，回到你父亲的怀里面，让你的真理去充满我们，让你的真理去束腰，让我们能够不会跌倒，能够站立得稳。我们全副军装，这一刻呢，我们要穿起它，让我们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去得胜再得胜，站立得稳，抵挡魔鬼的火箭，抵挡仇敌的诡计。主啊，求你圣灵大大运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每一个就是这样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就不怕魔鬼了，证明呢，这个就是好像巴牧师所说的，
仇敵要攻擊佢嘅時候都有保護牆啊，唔能夠斬落嚟噶，唔能夠打落嚟噶，會彈開噶。我哋要咁樣喺真理裏邊全副骨裝保護住我哋。係啊，咁樣奉耶穌嘅名去宣告，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嚟信我哋。大家等姊妹，让我们用一首的诗歌来去回应，好不好？在回应的时候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刚才班牧师所讲所教导我们靠着三样东西。第一就是天父的真理，第二样就是耶稣的宝血，第三样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完全不是可以靠自己去胜过任何的东西，我们是要靠住这三样，好吧？不如我们同隔离，起码你找三个人，我们彼此的鼓励，跟他说，是我们就靠住天父的真理，耶稣的宝血，圣灵的能力，我们彼此这样的鼓励，好吗？神给我们的这个德性去到活出我们的人生，我们继续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靠主主的圣洁之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信息主的能力，我们一起宣告，我们有能力的，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说得对，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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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能力。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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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是相信我必然得胜，靠主耶稣得胜，哈利路亚，靠主主的圣洁之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上帝主的人教会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为主发光，为
主发光，就按喜安大使者，我们为你而发光，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阿门。好，感谢主，俾我哋有得胜嘅能力，靠住主嘅恩典，靠住主嘅宝血，圣灵嘅大能，我哋过得胜嘅生活。祝福大家。